饺子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饺子，来，今天饺子姑给你吃吧。我先这个生米饭配这个青菜就好了。嗯，好好。嗯。他外地全是排骨啊！哎，老公，每次都是我先吃，今天这个饺子让你先吃，等你吃完了我再吃。来，你平时最爱吃饺子吗？我专门给你煮的耶。哎，让你吃你就吃嘛，我吃点这个剩米饭就可以了。那我不客气了，你吃吧去。碗底肯定很多排骨，米饭都盖不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嗯，这西米露味道这么重，那是啊。嗯，铁子们，我吃的是黄桃西米露，这个真的特别的好吃，你们一定没有办法拒绝。它里面有黄桃、椰果，还有西米露，搭配乳酸菌，酸酸甜甜的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放冰箱冷藏，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家里啊，大人小孩都爱吃，价格也很划算，一箱五罐，只要20几块钱。想吃的点这里下单。我得赶紧吃完开六，马上要露馅了。你吃完了？嗯嗯嗯。吃排骨。哎，怎么是骨头啊？怎么全是骨头啊？今天给老婆一个惊喜，大猪蹄子给她吃。哎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听你说什么？我都看见这么多鸡蛋了，我就吃这一份。给你机会，你把握不住，可不能怪我。这样一扣一个吃的整锅夜。
真香，哎呀！沈角将拌面条味道真是绝绝子。怎么，这款卖爆了的香菇辣酱出新口味了，价格巨划算，19.90元，给你发两个口味，买回去可以拌面条拌米饭，吃个火锅当蘸料都可以的，好吃不贵，链接给你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想吃的可以去下一单。他吃好了到我吃大猪蹄。哎呦我的妈！吃饭了，来了。你选看得见的还是选看不见的？我选看得见的吧，保险一点。这里面有肉啊。当我没看见啊，纸上画饼吧。刘总，你吃啊。我等一下再吃，我怕等一下现在吃馋到你。还在嘴硬，等一下看你拿什么馋我。你吃吧，我看你怎么馋我。不是一张纸吗？还想馋我？杀掉你！给你吃不吃？我太难了。